流转，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菩萨是不畏艰险的勇士，当有人恶意对待菩萨，虐待诽谤菩萨，菩萨不但会乐意承受一切损害，甚至更会愿意将伊家己的荣耀甲胜利奉献伊加害伊的友情，这就是无私的伟大展现。一切众生拢具有苦、乐等感受，也有撇开痛苦、需求快乐的基本反应和需求。咱应该尽量以同理心设身处地为他人来设想，如此这种善行的反作用力将会当使咱感觉到远离惊吓的果报。真正的菩萨是不畏任何艰难和痛苦的，就参存勇士永远在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志业来准备。修行的心境是轻松自在的，因为真正修行的人无所谓的压力，有的只是努力。
为着体证佛道的圆满正觉，修行者努力重视各种修持。而为了受苦的一切众生，修行者努力累积友情，帮助众生。所以修行者的内心清净是世间五乐所不能比拼的。烦恼经常会假扮成咱信赖的朋友，予咱随着负面的心念甲情绪来纠结，并且阁会予咱怣怣跌落在其中。负面的心境和烦恼，只会降低咱的智慧。唯有依止正觉的福德、正法和清净的精气良友，才是走向安乐和涅槃的唯一道路。修行人无应该贪着伊世间的名利，或者是个人感情顶的快乐，而是应该秉持大乘教法，并且以所得的安乐以自在为满足。享受欢乐，才是生命中最为享受的乐事。
如果咱常常心存善念，外表就会显得慈悲；但如果咱常常心存恶念，那呢外表就会显得凶恶。所以上由心生，决定快乐或者是痛苦，全在我们的一念之间。佛陀甲咱讲，咱的思想所引导的行为，将会创造咱的命运。所以，了解因果的生命真理了后，咱应该爱尽力实践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诸佛教训，乃至更加进一步，达成自证其义的绝对安乐之境。这才算是清净的心念呢。清净并不是指什么都无爱，了无一物才叫做清净。真正的清净是指对于一切法毫无染着，但却充满着平等的大爱，如此则名为净念，这是一切众生的喜乐之源。
希望改变命运，就是必须爱多行礼忏。忏悔必须要具备四种力量，才会当成就忏悔意义甲效果。第一，改过力量，知影错误，升起忏悔的力量。第二，意志的力量，要有对境的意志力量。第三，决定的力量，决定对今仔起不再做恶业的力量。第四，对治的力量，就是积极的行善力量。忏悔，如果具足这四种力量，必会当成就善业，改造命运。学佛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对三宝拥有绝对的信心，并且相信因果，相信佛陀所讲的轮回现象、善恶业报等等，也还要确实在遵守戒律，
多行布施，慈爱生命。依靠断恶修善的力量，咱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忍辱是福报的根本，用怒爱发脾气，将会障碍智慧的增长。咱希望得到福德甲智慧的圆满，第一妙法就是修习忍辱。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佛母孔雀明王消灾祈福法会，恭请慧宣法师、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9月14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，07282-0278，07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启建梁皇宝忏暨三十信念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9月23日星期一至9月28日星期六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
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-633-1565 05-633-1565。法会期间上午8:30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古印度有一个菩提国，国王名叫奢王，他有四位夫人，各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大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摩，二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曼，三夫人生的儿子叫婆罗陀，四夫人生的儿子叫灭怨厄。国王年纪渐大，于是准备将王位传给长子罗摩，但国王非常宠爱三夫人，他对三夫人说，你想要什么只要说出来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三夫人听了撒娇地说，真的吗？我要什么你都答应吗？国王说，当然，君无戏言。好，那我要你废黜罗摩，改立我们的儿子婆罗陀为太子，让他接掌王位。国王听了实在是左右为难，罗摩英勇威武，孝顺又贤能，是非常好的太子人选，没道理把他废了。但奢王一向信守承诺，该怎么办呢？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，国王终于决定废掉罗摩，改由婆罗陀接掌王位。二王子罗曼听到这个消息，十分气愤地对罗摩说，太不公平了，你受到这种耻辱，为什么不反击夺回王位呢？罗摩和颜悦色地对弟弟说，做儿子的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思，对付自己的父母和兄弟更是不孝和不义。罗曼听了觉得有理，就不再吭声。不久，三王子婆罗陀奉诏回国登王位，才知道国王已经驾崩，而两个哥哥已经被放逐到深山。当他知道是自己的母亲赶走两位哥哥，便生气地对他说，母亲，您的做法太不正当了，败坏王室门庭。接着婆罗陀立刻亲自前往深山接两位哥哥回宫，没想到罗摩说，我们听从父王的命令来这里住12年，父王生前没召我们回去，现在怎么可以随便回去呢？如果回宫就成了违背父命的不孝子。虽然弟弟再三恳请，可是哥哥们早已拿定主意，坚决不从。婆罗陀只好跟两位哥哥各要了一双皮靴，回到京城，他将他们的皮靴放在御座之上，早晚对着跪拜一次，还常常派人到山里请求他们早日回宫。罗摩和罗曼听说弟弟把自己的靴子当人一样敬重，每天跪拜，不禁泪流满面，终于决定回宫。最后婆罗陀决定，哥哥是嫡长子，继承父亲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国王兄弟敦厚和睦的优良品德感动了全国的黎民百姓，从此忠孝团结谦让成了菩提国的一种风尚。学佛多一点，兄弟姐妹之间常有争宠或争吵的现象，做父母亲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，是一个公平的角色，许多纠纷就是从父母亲的不公平开始的，因此父母亲一定要谨慎处理，免得孩子的不平之名酿成未来社会上的大问题。佛教经籍经过不断整理编纂，汇集成一部全书，称为大藏经。它的内容主要由经、律、论三部分构成，因此称为三藏经。经指释迦牟尼指导弟子的理论，律是佛陀为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守则，论是佛弟子为阐明经律理论的解释。